那再来一杯吗？拿起来这样吹的啦！又全部都是泡泡了。拿去再洗，太多泡泡啦！你今天吃饱了吧？你今天吃的几颗泡泡？你看，好，先拿去洗一洗。哇，又装了一大堆的泡泡了。对呀，我说你不要把它用洗哦。爸爸，你让地板都滴得湿湿的哦，等一下走路要小心，会很滑。哇，哇，来比喻一下耶，这个是依依吹的泡泡纸。你的夜都是这样。为什么你的夜都是？那是肖老师教你的吗？太丑了。为什么你的夜都是？是谁教的呀？跟妈妈学的哦。